我吃饭啦，这个就吃这，你自己吃吧。啊，真香啊！你这家伙，你在骗我了！别回欺负吧！哥是要给我介绍个对象，马上就回来了，好激动啊！我们告诉你，来，快坐，哇，今天的菜挺丰富啊！嗯，你吃，吃吧。你能不能整点正常的东西吃吃啊？你动个锤子，闻着臭，吃点香。老子今天饿死我都不会吃的。不知道好歹的东西。啊，真香！我也吃。好滋哦！大嫂子，老弟，这样吃才更香哟。不变，你可以试试。我就再信你一次。真好，哥，能不能再见你？起饭了吗？爸爸，爸爸，去哪儿？